第十八题，十八到二十题是题主。年满十八岁的索隆拿了一双竹筷，以铝箔卷包约三层，其一端密闭，另一端为开口，以酒精灯加热竹筷的前端约三公分处，如如图所示。过了一会儿，见开口端冒出浓烟，请回答十八到第二十题。十八题是问。实验中索隆与铝箔包装起来，主要原因为何？索隆做的实验叫做干馏，干馏要隔绝空气加热，我们用铝箔把竹筷包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隔绝空气，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索隆与铝箔包装起来主要原因为何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为了隔绝空气加热。